浩南中的搞笑担当王祖蓝近几年在内地收获了不少人气，此前曾有香港媒体爆料称王祖蓝的身价已经过亿，有闲了的王祖蓝为家人添置了不少房产，除了妈妈和妹妹之外，更是大方送给老婆价值 1.4 亿的房产。2015年王祖蓝和李亚男结婚至今已经有两年，夫妻也乐于分享他们的生活，时不时就出现在大众眼前秀一把恩爱。有媒体在采访中询问王祖蓝如此大手笔的添置房产，他回答买房送给家人，除了想让家人可以用房子收租多点家用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怕我哪天冬瓜豆腐，广东话指意外去世了，他李亚男可以靠收租够生活。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感慨，王祖蓝对老婆真的很好，王祖蓝真的挺努力。浩南就看出来他很爱李亚男了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祖蓝在百变大咖秀里演的容嬷嬷，真的是记忆犹新。